兄弟们，大明哥就喜欢扯铜套子，这玩意儿啊下来的铜墨老金贵了，必须给他接好了啊。以前用那个陈奕迅头型的小刷子吧也淘汰了，这回换个新的，白发苍苍啊。都说大明哥不会磨刀啊，今天我给你们磨一个看看，不说天下第一啊，那也拿捏的死死的。磨车刀这玩意儿啊，一人一个磨法，哎，谁也别瞧不起谁，谁也别说谁厉害，最关键的是啥，你得把那料能啃下去，这就是磨的好刀。行了，话不多说啊，开始干。兄弟们，我插个曲儿啊，陈奕迅的小黑发呀，现在也变成白发苍苍了，岁月不饶人呐。Sag ich Zanzibar, es war eine harte Überfahrt. Zehn Wochen nur das Deck geschrubbt, hab die Welt verflucht, in den Wind gespuckt und salziges Wasser geschluckt.兄弟们，这活也干完了啊！客户要求啊，0.001啊，给我整的也挺闹挺，但是活必须干的拿捏死死死死的。用千分尺能干到0.001啊，那也是真是一绝呀！关注机械专家不迷路。